今日好图推荐《狮心熊的救赎》。哇哦，有853万人玩过啊！那么在看视频的你有没有玩过呢？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哦，果然猜的没错，是个跑酷地图。刚开始只是一些简单的障碍跑，相信大家很轻松就可以过的。接着简单的独木桥，并没有什么难度，然后跳欣欣，咦，每踩到一个方块都会变色，这设计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目前来看，这并不是一张很难的地图啊。然后是跳小熊，熊的头部是圆形的，大家注意不要跳得太猛，不然肯定会站不稳的。除了第一个之外，其他的都需要飞扑才能站上去。OK， 顺利通过。前面这里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碰到红色的部分，不然就会被销毁的。游戏到了这里，暂时还没有什么难度。好，前面这里啊，终于到达了实验室。好好的小熊被抓走，被博士变成了狮心熊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是跳锁链，这里有点难度，因为这个锁链整体是呈不规则形状的，硬跳的话太容易失误了，一定要掌握好力度和落点才行啊。OK， 终于过来了。我们跳过三个变色方块，可以看到前面有两个很大的弹力果冻，那么第二个弹力果冻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我们从第一个弹力果冻跳起之后啊，飞扑到对面的平台上就可以了，然后接上一个很简单的伸缩跳台，整体跑下来还是比较流畅的。接下来的障碍对咱们来说也是小意思，这种障碍是绝对不会有人过不去的。哎，前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一个靶子，我们只需要拿起弓射中它就好了。这种十字旋转障碍实际上意义不大，非常的简单。好的，跑酷结束，非常的淋漓尽致。通过传送门，我们终于看到了狮心熊。哇哦，它看起来很孤单啊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么本图到这里就算是过关了。其实我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狮心熊，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有可能唤醒它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笑对人生，勇敢面对一切困难。好的朋友们，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